因为是出版社出的，82年第一版，这一本是教注的第一版啊，上下册，灵枢经上下册一套的，这么厚。还有这个是《伤寒论》全释，《伤寒论》全释，南京中医学院《伤寒教研史著》，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58年了，已经有50000多册了。但是现在再版了多少我不知道，我买的时候已经50000册了。嗯，上海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反正就是《伤寒论》全释。不一定非得，可能也买不到啊。但是呢，你们记住，买这个书，第一买那个陈修元《伤寒论前注》，然后陈修元呢经常引用张令韶、陈无极的这个论著，而这里边都有，可以算是集解，啊，解释的还比较好。总之，就是买这厚的。啊，就是各种版本呢、啊、他都给你校对、嗯、然后你呢便于你研究，省得买好多本。还一个呢，就是我的这个讲义在徐老师那个网上我已经给徐老师了啊，但是很简单，有的同学老想要我这讲义，那就给你上网上去看吧。啊，但是呢还不成熟，没有完全的完，有的地方没注解，你就随便看啊，我也以那为主，以理解了变成你的东西为主。好，咱们现在开始讲课。上一堂课那个六气讲的不是太通顺，是吧？哎，风寒湿，那个应该明白，是吧？风是生发的意思，生发，如果说是邪气呢，就是生发过度，正气是生发一点，一点一点生发。寒，正气是收敛的意思啊，收敛胃部保卫的意思，那是太阳，太阳阳者胃外而为固，那么变成了邪气就是凝固啊，记住啊，这个邪气是正气变的，正气不流动就变成邪气，就变成寒邪了啊。正气要是能够固摄，发挥固摄的作用，就是正气。湿呢是什么呀？流动缓慢，运化。那么因为肾和脾胃是密切关联的，肾一寒，脾胃马上流动的就更慢，更粘滞，就湿了，更粘滞。再一个呢，就是暑啊，一般来说暑就是邪气，暑就是邪气啊，是憋闷的，被憋住了，然后里边的热散不出来，这是暑的，被郁住了，瘀滞之气。但是必须它属热啊，热散不出来。燥呢，主要的是干，带有干燥的意思啊，有渗透的作用。燥和火的差别就是火就是发热往上走，而燥呢是什么呀？是把水燥干的意思。而火热呢不一定是，就不是说把这个水都燥干了。火啊，稍微生发的就是火，就是少阳之火，刚开始生发，一点点生发的就是火，运化孕育之火，很小，就像咱们焖饭的时候那小火。如果变成邪气，就是虚火往上走。那么这个火呢，如果元气很足啊，火呢生发起来就是热。热比火呢程度要强点，这就是六气的差别啊。如果说是被憋住了而生的火热，就是邪热，就是暑。如果说是因为有寒邪
少阳火激发起来，去那个寒邪那个火，那个热就是正发热。比如平时有寒邪呢，咱们能发高烧，应该是正气，不是邪气啊。如果你去退烧，那就是帮助邪气消上气，发烧就是热，明白吧？全身性的就是热，一点点温煦的是少火，往上冒的是少火的邪气。好了，现在开始讲这个阴阳病三大论。首先呢，注意一下，你们可以翻一个不翻啊，就是四气调身大论后边，后边什么逆春气则少阳不生，逆夏气则太阳不长，记得吧？上次我就很快念过了，这次呢就是我重新提起来，为什么呢？应这个象啊，归这个类，归什么类呢？大家一定记住了啊，这个特点，春就是少阳，春对应少阳啊，逆春气则少阳不生，逆夏气则太阳不长，夏是太阳，而太阳又有寒，太阳之上寒气之日。逆秋气则太阴不收，秋是太阴啊，逆秋气则太阴不收，逆冬气则少阴不藏，一定把这几个关系啊一定要背下来，春夏秋冬，少阳太阳，太阴少阴。那么这里边呢，夏天是太阳，冬天是少阴，少阴和太阳相表里，是吧？那么这里边就没有阳阴和厥阴，自己当中就阴阳，是不是？就是没有那个阳阴和厥阴，是吧？等那个讲《伤寒论》的时候，我开篇就讲这个原理，啊，这也是《内经》里的东西，把这个先记住了啊，谁和谁对应，先把这记住了。讲《伤寒论》的时候才容易开窍，如果这个记不住，到时候听着《伤寒论》越听越乱，那我就没法讲。好，翻到《阴阳病三大论》，接着上一堂课。上一堂课，此阴阳反作，病之一人也，是吧？讲完这一句了。下边注意啊，阴阳应象大论，对应相关的那个象啊，象就是归这个类，相似的事物归到一类。所以这里边呢，是说故清阳为天啊，清的。不浊的清的属阳，归类于天这些人，天就是功能统摄。其实我说的这个不太准啊，你就琢磨这天呢，把所有关于天的概念全都拿来，还能说明这个天，甚至还说明不也好。清阳为天，浊阴为地，浊属阴。那这个浊清和浊啊都是正气，营卫卫气为浊，营气为清。浊阴啊属地，地是什么呀？生长万物的基础。你就想着外边这个天地，地是什么？有土地，对吧？有土地，有水，土和水。那么天是什么呀？阳光和温度啊，有水有土，没有阳光，不就沤在地上了，是吧？
光有阳光，阳光要是过度强烈了，你地上的水也能没。你就先想好了，地能生气，是吧？收藏的是天，地呢是在于天的这个变化之下来生长万物，万物随着这个天来生发、生长、收敛、收藏。啊，天管着地，地随着天。你把这个慢慢去琢磨，再往身体里想，你别硬想着外界或者硬想着身体，都想不出来。这东西是慢慢的玩味啊，记住啊，玩味没事儿琢磨的，而不是坐在这儿死琢磨的。死琢磨的倒是你能弄出病来啊，去玩味。那今天来我这儿病人，他就是没事就爱读佛经。他说我这个人不读佛经就难受，不读点书就难受。那你呢？我说你就得去玩，你别老读书。读书就是个玩味的事，是高兴的事，别把读书当成痛苦的事。他说我不痛苦，一读书我就高兴。你高兴那你怎么还得这些病？是不是？我就是说，就一句话把它点明了。你读书是为了消遣，你没有任何的爱好，把读书当成消磨时光的那个工具，而不是拿读书作为明理做人明理的那么个东西啊，当成一个哲学或者是一个经典，能够指导你人生的那么个东西啊，它是消遣。如果真是你读书是乐趣，那你这读书应该读得懂。结果呢，问他一两句他都说不清啊，总是总结概括啊，一说都是那个书上的，是这个讨厌啊。所以就是都是佛说，不是他说啊。你们记住这个话啊，我这个录音没事，这些都留着，都记一下，到时候在治病说人心理的时候啊，都能用得上。所以这个必须还给天和地的意思啊。那么下面是说，天和地虽然有从属关系，但是也密不可分。这说了，地气，地的气上为云，啊，地气往上走为云，天气下为雨，那就和什么云雾不清则上应来雾不下应了，是吧？哎，地气往上走，地气是什么呀？下边的气，下边是什么呀？主内，主藏，那就是肾经，是吧？那个云必须是肾经上的，不能是热气，应该是水蒸气，而且还得有温度。天气下雷雨，记住啊，天气是别看它位置高，它是要下走的。上次不是说了吗？拥在上面加点黄连就能降苦，没降是吧？并不是去火，而是下雷雨，这么个意思。如果说这个云雾不清，你吃了这种黄连也降不下去。所以有人吃黄连一下火能消，有的吃黄连消不了，对吧？有人一吃人参火就降，有的人一吃人参火更大，这就是有云雾没云雾的关系。那自己慢慢琢磨这个意思。有云雾用的恰当，用的黄连和人参就能降；没有云雾用了人参黄连就不降啊。记住，云雾是什么呀？下焦有寒，那云雾就不清；下焦没寒啊，寒被化开了，寒变成了精，不动的变成运动的，那就可以上升为云啊。如果是虚，是属风，风邪气不是往上飘吗？那就降不下来。所以很多人头疼吃点这个降的药、滋阴的药，越吃头越疼。为什么呀？全是火在上面，它不是云在上面，是热在上面，那是很难降的啊。那个具体怎么说，咱们讲《伤寒论》再说啊。那么云出地气，雨出地气，云出天气，这是什么呀？这不就是一个互相对应的个关系吗？是吧？是个活的，不是死的。对，地气上为云，那么出地气，云气啊，天气下为雨，把这元素保持一个活的概念。你要说阴啊阳是什么，就是火概念，
力量是一个动态的变化关系，概念是动的关系，概念别把它弄死了。所以说，故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窍什么呀？上堂课讲空窍，对吧？窍，只要是正气存在的地方都叫窍，没有邪气的那些个存正气的场所处所都叫空窍。空是什么呀？没有邪气，只有正气，空窍。不是说什么都没有啊，是没有邪气，都是正气。那这里边呢，它用窍是吧？窍就是范围的意思。那么还有一个概念啊，上焦下焦，都学过吧？他为什么不用上翘下翘？这儿为什么不用上焦下焦？先是告诉你这个空间啊。那么真正的人活着的啊，活着的呢，他这个时候是范围。那么活着运化起来就叫焦，光说一个位置就叫翘。焦字怎么写？是吧？上面一个加，底下四点底，有人说四点水，不对啊。那这个焦怎么写？这上面不是一个鸟吗？是吧？这个鸟，这是翅尾羽啊，翅膀。鸟实际上不是鸟，是什么？小麻雀，少鸟，小鸟，少鸟。去是吧？上面一个少，底下一个这个鸟字啊，所以呢，就是拿这个火插着这个火麻雀，搁火上烤，就叫焦。这什么意思？上焦、中焦、下焦，都就甭管上中下，下面属阴，上面属阳，甭管它都叫焦。这是什么呢？就是人不管是上中下，他哪儿都得有火，都得温煦，都得有温度。对不对？它功能虽有不同，但是功能都是在火的基础上来运作的。没有火，那这人就是死气，就该死了，是吧？这是火是什么呢？是小火，火一大就烤焦了啊！所以就是告诉你，为什么让上焦、中焦、下焦是烤的小麻雀，小麻雀就得小火烤，大火一烤就坏了。明白吗？这个焦啊，就是不能大火的意思。所以咱们上中下三焦，焦是什么呀？不都是那个通道吗？是吧？水道出焉，都是通道。经脉通，必须是小火，就让这个血脉气脉要缓慢的运行，是吧？所以叫焦。真正的焦呢，是三个鸟，就是那个篆字上面有三个这个鸟字，是吧？这儿。真正的胶是这么写的啊，麻雀小的你弄成一串或者一盘啊，是吧？啊，明白了。人身体靠的是小火运行，大火就要胶啊。后来呢，就是衍生为就是火稍微一大就胶了。你就记住啊，稍不留神就烤糊了。所以呢，咱们养生啊，治病都是慢慢的来调这个火啊，都要少火，一定要留神，留神都是小火，人元气就慢慢足了，一不留神你就糊了啊。烤的是麻雀，不是那大火鸡啊，一定记住，大火鸡你得慢慢烤啊，要不一下外边都糊了，里边还流还有血呢，是吧？都得慢慢烤。这焦明白了吧？窍是位置，焦是动态的一个运化的过程之一啊。上焦是这个，上焦是上来将要下去的那个环节，上焦，下焦就是将要生发的那个环节啊。问什么？
老师，那个肾开窍于耳和舌开，那个心开窍于舌，那个窍怎么理解？那个，啊，那个窍是什么呀？就是内外交通的那个孔洞，啊，开口窍。那下面呢是清阳发凑理，清阳发凑理啊，浊音走五脏，发不走，发是往外发，走是走路，一个是往外，一个是往内，啊，清阳发凑理，凑理是什么呀？就是咱们俗称的经络，但我给大家讲的就是四肢肌肉，肌肉之间。肌肉纤维之间的那些个小的油啊，咱们还是那句话，你们解剖那个尸体呢，那油都没了啊，一般都是那个死了那些人，不多不明显，或者那福尔马林一泡啊，都不知什么样，就是刚杀那牛，刚杀那肥猪肥牛，那东西那个油特多啊，咱那个瘦羊肉不知道，咱吃肥牛知道吧，一切一片呢，红的就是瘦肉，红的瘦肉之间不是那肥的吗？那个就是凑啊。那咱们肌肉一下一运动起来，就是这块肌肉就近就消耗就近的这块油，明白吧？那么不是说肾从这掉出来，是就近这儿就用。那么能用是由这个神经刺激它，告诉它这儿要用，一下把它激发起来。怎么激发你不知道。说是电激发还是什么激发不知道啊，这东西还没做成实验，但是是由神经激发的，这是没有错的，因为运动干什么，只要一动都是神经刺激，对吧？那么这个神经就应该属于天这一类。但你说这天就是中枢神经吗？不敢说。但你要说这个中枢神经属于天之一，或者属于天的大部，应该没错啊，大家去琢磨吧，这个话是我说的啊，谁要把我这理论破了，我给他磕头啊，再破三四个理论，那我这就完了，我就不讲了啊。为清阳发凑理，清阳可以把凑理的这些东西宣发出来，凑理这些东西什么，可以说就是肾啊，那些油就是肾，对吧？阳宣发就能把肾精宣发成气，对不对？但有时候你们学过解剖，我这么说你们明白。我要是到外边去，我只能说丹田的这个气要由外边的火进去蒸它，把它发出来，是吧？我得这么说，跟你们我就直接这么说，你们应该能明白吧？能知道我的意思啊，但是你对病人来说，就是你有一个你好比是汽车，你这是油箱，得经过油路去气化，然后再点燃发动机，是吧？哎，跟你们就这么说，跟别人就是丹田油箱啊。古人呢也是怕后人不明白，也说什么丹田啊，或者说肾，或者是舌，或者什么，也都说的泛义，是吧？但是意思，你通过这些慢慢的去理会，就是说阴阳要是分离叫不和，不和，是吧？人一口不和，如果说到了一块儿，就水和面您和一块儿，是吧？那既然和一块儿，你说丹田在哪儿，凑理在哪儿，就都和到一块儿，是吧？那么这些油呢，也都是。通过咱吃完了饭，通过这个血管流到这些的地方，再把它汇聚凝结在需要将要需要的那些个凑里边，对吧？凝结不就是肾的功能了吗？是吧？输送就是心的功能，凝结就是肾。所以呢，浊阴走五脏，浊阴是有形的啊，藏的、练的、不太动的。这些东西往五脏里走，由五脏来统摄来管辖，所以五脏都是根啊。
你说青阳十四肢，四肢是肌，主要是肌肉，是吧？哎，所以说呢，青阳十肌肉，十四肢啊，只要有肌肉的，它都充实。肌肉不都长在外头吗？是吧？所以他说四肢，浊音归六腑。所以呢，一个是凑理，一个是五脏。凑理属阳，五脏属阴。那么五脏属阴，六腑应该属阳，是吧？可以这么说，上面两句清阳浊阴走五脏凑理，两个都属阴，那么下面四肢和六腑都属阳，大的阴阳对比。那么还有呢，你要细分阴里边又有阴和阳，是吧？那么这个呢，阳里边呢，阳里边又有四肢属阳，六腑都属阴啊，你记住，这是那学了这个有什么意义呢？在临床上有什么意义呢？比如说这个人病得很重，是吧？那脏与腑、里和表都有病了，那你这么一判断，比如这是大的阴阳的病，那我应该先治里，把里边固摄住，是吧？固摄里不就是让外边不散了吗？是吧？用热药、阳药相表的那个功能把里边固摄住，对吧？不让它继续宣发了。阳者为外而为固也，对不对？你说这个回阳救逆，这人都往外发散，都是火，为什么还用热药呢？因为热药入表，表是阳，阳是为外而为固，对吧？它本来为什么往外宣发呢？因为里有寒，里有寒往外散，对吧？哎，是这么个意思。先是外边有寒，外边的寒治疗不慎入了里了，那么里的热不就散出来了，是吧？那你发挥表阳的作用，让它再回到外头，就能收敛里边的功能。先把里边固摄住，然后再解表，对吧？这是个大阴阳。如果说呢，这个人得病特别轻，这个脏和里边没什么病，就是表症、太阳经症、发烧，对吧？全身的发烧，那这里边就用一个阴和阳，那么就是用阳，就是四肢和六腑的功能，对吧？六腑，你按这个桂枝汤、麻黄汤来说，不就是膀胱？膀胱不就是六腑之一吗？是不是？就解它就行了。解它呢，是用里边的热来发外边的寒啊。如果说大阴阳里外都虚，是用外边的阳固摄里边的阴；如果说是虚症，就外边有病，里边没病，里边足外边虚，那就用里边的热来发外边的寒，是吧？这里边就是阴和阳，大阴大阳啊，阴阳里边，阴里边和阳里边的阴阳来调整，就是表里边也有皮肤和腠理的差别吧，是吧？那腠理和脏又有一个差别吧，反正只在外边的，在外边这一层，它就属于表啊。你比如说，这是这么个东西，是吧？上面属于表，下边属于里，上边阳，下边阴，是吧？那么我在这个上面我不说啊，上面咱不提，上面是不说了。就这一块来说，这也是表，这也是里吧。三六经辩证里边，这是太阴，这是少阴，那太阴就是少阴的表了，是不是？那大阴阳来说呢，大阴阳就是太阳和阳明。那么太阳就是阳明的表了，是不是？哎，一定。但是阳明呢，又是太阴、少阴的表啊。把这个东西你记住，慢慢的完备。在这个大课上不好记，因为在临床上呢，正好碰上这么一个病人。这个病人什么什么症，阳明症也有，太阴症也有，少阴症也有。那么以哪个为主呢？那少阴太阴症也有，阳明症也有，那肯定是属于大阴阳的，对吧？那就一定从少阴开始治，治到太阴，
太阴和阳明相表里，你是太阴就是治阳明，用阳明来造化太阴的湿气，是吧？太阴湿气，它那个不动的精气慢慢流动了，不就是用燥气化了湿气吗？湿气慢慢的化了湿邪，湿邪变成了正的湿气，就变成化水谷了吗？是吧？哎，如果说是下面这个病都没有，只有太阳和阳明病，那不就是太那个桂枝加葛根汤吗？是吧？附子什么的都可以不用，但是呢，这太阳为表，阳明为里，是吧？那就是说，纯粹就属阳，也分一个表里，有四肢和六腑的差别啊。先记住这个啊，记住了，你将来自己琢磨能琢磨通，或者听我讲临床，一点就透。如果这个听完了，你脑子乱嗡嗡的，回去我再一说，什么什么讲过没有？没有啊，那你不把我给气死了，是吧？我被经常被气的，那没办法，是吧？谁让咱吃，先在吃这碗饭呢？但凡有一大富婆把我娶走，我他妈才不讲这个呢，啊，是吧？谁跟叔父有仇啊？这个啊，一定慢慢的去完备啊，到时候和经脉篇啊、伤寒论什么这些东西结合起来来分这个阴阳。平常讲的阴阳，那这什么阴什么是太阳啊、月亮啊、桌子正面、背面什么的，说了半天是吧？阴面、阳面不管，这个明白了，这是真正的用于治疗临床的阴阳，慢慢完备啊。所以呢，学应象大论，必须把这上面应天、应地、应阴、应阳啊，像什么？那么水为阴，火为阳，水主润下，火主炎上，对吧？哎，往下走的这个手挺好，脚肿了，这不是属水？水往下走吗？火往上走，火在上边，把那水全化掉了，所以上边它不肿，下边肿，对吧？这不阴阳分离吗？对吧？哎，下焦没火，跟那个麻雀科底下都臭了，肿潮臭，啊，火为阳是吧？那么阳为气，阴为胃，阳为气，气是什么呀？十二经脉之气，精气，运行的啊，精气。阴为胃，胃是什么呀？五脏六腑，酸甜阴。酸甜咸，还有什么呀？辛啊，酸甜咸辛苦是吧？这个五味记住啊，不是咱们吃的那个五味，是归于五方的，能够入哪一方的那个有形的水谷精微物质。先记住这个概念啊，因为它归于这个胃。比如说咱们希望秋天发挥作用，秋天在胃里为心，是吧？这个心的五行，这个有形的精都流于西方，或者说西方的胃都是心的胃。那西方是什么呀？不是主燥肝和收敛吗？燥肝利用燥肝的功能来收敛，是吧？凝聚。那么这个人现在就是散不凝聚，那你就用心的这个药吃下去，这个药呢就是入到心的这一方，发挥秋天燥肝收敛的作用，才能达到去火回阳救逆的目的，明白吧？不是药能治病，是药能够引发相应的这个方位或者脏腑的功能。所以咱们上来就讲四季，是吧？四季这个功能，咱们就是发挥这个功能。如果精不足，你用的再多的心或者什么药都没有用。药是什么？什么药都是引子，引这个脏腑的功能，明白吧？寒气太重啊，若春无秋，若冬无夏，若冬无夏不就是寒气太重吗？没有夏天，那你就用夏天的药，是吧？寒气太重不是虚火上炎，火特别旺，表现为南方的病嘛，是吧？那就得用苦药来减来练，懂吧？生发过度，若春无秋，春是生发过度，
那不就是虚火上炎，也是虚火上炎，是吧？睡不着觉，那用秋来收敛。这时候若春无秋是什么呢？是生发过度。为什么生发过度？两种情况，一种寒邪过重，一种是精不足，是吧？精不足，那就母不没完，练不了。如果说是生发寒邪造成的生发过度，那不是春天的生发过度。那若春无秋，那春有病用秋来练，秋不就是为心吗？是吧？用心的药激发秋天的功能，降。啊，云雾不惊的上应白雾不下。如果说是因为肾寒造成的春天过旺，这就是精还足，是吧？精还足，但是呢，由于精是不流动，寒邪太重造成的云雾不惊。那你用四逆汤把肾的这个寒邪一破掉，能流动，不就云雾就上去了吗？是吧？你用秋天的这个药就能够降。秋天的燥，燥是什么呀？燥不是阳多阴少吗？用多的那个阳去化那个阴，用阳多阴少的这个功能去化那阴多阳少的功能。这明白一点吗？啊，先说到这儿啊，记住我说的句子。所以说阴为胃啊，胃是什么呀？就是还有有形的精，但是归属于不同类型的精。所以他说胃，他不先不说精啊，先说胃。胃是什么呀？凡是治病啊发挥作用的那个东西啊，具有生长收藏啊，还有运化这个功能的，是脏腑的这个功能啊，具有精的这个功能，具有相应精的功能。所以这个东西一定先归类啊，因为胃，那么胃归形，胃要归于相应的那个形啊，比如心胃归那个肺，是吧？肝胃归脾，弦胃归肾，归这些形。胃归属于这些形，那么形呢，又能够归属于气，气是什么呀？相应的精气，十二经脉。十二脏腑发出十二精气啊，归于气。气是什么呀？就是能否交通的这个功能。那么气能够运化起来，它最终是要这些精气要归属于精。水谷精微变成了五味，五味不都归到五脏吗？五脏都藏精，是吧？都藏精，说白了就都归到丹田了，是吧？气是十二精气，刚分好了，全都入进去了，存下了，准备用的那个过那个时刻就叫精。气归精，精归化，精最后它干嘛呀？还要归属于变化，化什么呀？化生万物。你只要缺什么，都由精去变化。精是什么呀？化生万物的最基本单位，就咱们平常现在说的那基因都是精组成的。所以咱们吃进去那些个基因食品也要变成不是基因的那个比基因还小的东西，然后用咱们的功能再化成咱们的基因啊。外所以从你这个要明白了，外边说我这是基因食品能修补你缺损的基因，那不就那么胡说八道吗？是不是？谁知道你的基因是什么东西，对吧？把我的基因给修坏了，是吧？弄那么一帮猪蹄基因，我吃哪都变成猪蹄了，是吧？不麻烦了吗？是吧？这是一玩笑啊，意思是这样，就是说不可能的啊，都要变。但是呢，咱们的基因为什么缺损？咱们不要奔着基因去，是说组成基因的这个精不足，是吧？精不足，那咱们就得想办法让这脏腑能够把水谷化成精，化成气再归于精，对吧？这是咱们治病的主要的这个工作。咱们把这个工作做好了，下边就不用管了，它自己能消化吸收有精了，不就好了吗？是吧？凡是任何疑难杂症，
然后后天慢慢的由于身体虚弱而变不好的缺损的那些东西都可以通过恢复脏腑功能的方法来修补好，除非是有外力把它给破坏了，或者生下来就没有，那咱们没什么，是吧？让西医做手术去，只要是后天的咱们都能做，是吧？以前没有，现在这样，那咱们就能治。记住说这一点啊，解铃还需系铃人呢。记住了，只要一说这个，咱们往前说一步两步三步，你要下棋，你能想到后几步？按咱们来说，就是往前推几步，是吧？意思一样，你往前推的越多，你就越是棋手。你只想两步，或者就想着我把对方能吃了，你们就是臭棋手，是吧？光吃对方去拼去，那不行啊。所以说，精微晃，这是一句前面的道理。啊，胃归这个胃，这个阴为胃，这是一个句号。水为阴，火为阳，分号。阳为气，阴为胃，句号。啊，那么胃归形，形归气，气归精，精归化，这是一句话，一句话。那么精食气，食，食是什么呀？不是吃的意思啊，这里边念四，这个食啊，食念四，四是什么呀？哺乳的意思。哺乳吃奶啊，我把奶给你，而不是我吃奶，是奶给谁？就是引申为来源于，来源于啊，来源于什么？来源于什么呢？啊，精来源于气。因为供养嘛。嗯。怎么？反了。气最后变成精了，精来源于气。精饲养气。啊。精的来源是什么？什么能变成精呢？湿气啊，啊，对，精湿气，精来源于气。对吗？那如果是精来源于气，摇头了，咱说，等等，不对，说对了，我给你看看。真的，这个不是我的意思。这精四气，也就是在精来喂养气。你觉得精的话有没有阳气？精四气，站起来说。哦，精四气就是说精能喂养气，然后就是精能。不是，我不是喂养啊，就是，精就是精四气就是那个。我说那哺乳是错，就是被哺乳的意思，我说错了。引申为来源于，被哺乳啊。前后没念，你说反了啊。精四气，精来源于气啊。食是哺乳于，来源于。那么形食味，形这个有形的东西啊，脏腑有形的东西，有形的精，来源于胃。五脏的功能和气质来源于五味啊，五味都归于五脏，或者五脏所属，五脏及其所属的一切的组织。比如说这个脾胃不是主肌肉吗？是吧？那么这个肝就养脾胃，同时养肌肉。那咱平时出去那饮料为什么都是甜的呀？在家里没事不喝饮料，一出去得买饮料，饮料基本都是甜的，是吧？给你补充血糖，现在说了是吧？行食胃。那这里边呢，就是和上面那个胃归形就是相对应的。那么化生精，化
运化的这个功能能产生精。精是从哪儿来的？化啊！所以咱们只要是治病，病不都是精不足吗？那咱们治病都从化来。化是什么呀？不就是让它运化起来吗？运化就要正常运化起来，就把颠倒的阴阳在扶正，对吧？消化多少，吸收多少，而不是说消化完了不吸收，是吧？在下的跑到上面，在上面的跑到下面去，那是不行的，对吧？化生精，气生形，化生精，气生形。啊，精气，精气是什么呀？水谷的精微，能够生你这个形体，形体壮了，不就丹田就足了吗？储存的东西就多了吧，是吧？形五脏，它这个缺损的能够补起来，功能不就正常了吗？气生形啊，那么胃伤形，胃要是过分就伤形。所以呢，这个胃，咱们学的这个药性，不都每个药性都有药的胃吗？如果说你说这个人上火吗？啊，只要一有火，你开的都是苦药，那苦多了不就伤心了吗？是吧？所以就不能乱开，一定先分析清楚了哪缺什么，哪多什么，多的就是邪气，是吧？胃就多了，邪就盛了，就去邪。那么哪个要是少了，咱们把它补足了，扶正，是吧？你绝不能说有火，那这个能去什么火，那能去什么火，把能去的火，这里边你表现出的火，我这儿这药都给你配齐了，给你下下去，那就不对头了啊。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你一就对一，不能往前想两三步，不能想到它的根源。那你要这么治病，一是一，那不就是庸医了吗？对吧？所以说绝对不能不分析，只看症状就按照症状来下药。所以说胃伤形啊，过度的胃就伤相应的那个形，或者说相关的那个形。什么叫相关呢？比如说木克土，那你酸味过度了，伤肝不说，还伤了骨，伤了脾胃，是不是？所以说这就是胃伤形，伤什么形？按照五行去分，明白吧？相生邪气，往虚的地儿相生，往虚的地儿相克，啊，这么伤？只要伤有个伤字，前面那个字就是邪气。胃伤形，气伤精，啊，气，这就是邪气了啊！只要是气，不就属阳吗？是吧？阳运化过度了，那就伤精。为什么呀？这个气，气是六气之一吧？啊，运化过度属于热和火燥那一类。那么它这个能量来源于什么？不就是来源于精吗？不该运化的，它拼命运化，不就把精给伤了？啊，而这个伤的不是伤形，啊，伤的是根源和精。如果你光伤个形，相应的那个形，精还能补充。你把精伤了，谁来补充啊？精都伤了，那形肯定伤了吧？是吧？先伤脏腑，后伤丹田，是吧？这么比方，丹田和脏腑来比，脏腑是表，丹田是里，对吧？表伤了才能伤里。就是说气伤精啊，精可以化为气，他不说胃化为气，对吧？胃是归于五脏，五脏藏精，精比五脏还要深一层，是吧？所以真正咱们这个来源，动力来源是丹田，先天藏的是精，后天藏的是气，精气，十二经脉的精气啊，那精气汇聚成为丹田之精，精化出来入到相应的脏腑，变成相应的六气之一，
入到脾胃就变成太阴气、阳明气，啊，落到膀胱就变成太阳之气，就变成寒气啊，寒气就是收敛的。入到哪一个脏腑，相应的脏腑就变成相应的那个功能，化生相应的功能。所以六气是六种功能，啊，记住了。而这十二精气，又是有形的，在有胃的那个有形的水谷精微的精气，又同时表示在这个脏腑相应的功能，啊，所以它叫气。气呢，看不见摸不着，但感觉得到，是吧？所以你看它用的这个气是很恰当的。所以咱们外国人到中医，到中国来学中医，就是不得气过气。气是什么呀？外国人不懂，就是气气。啊，如果外国人把这个物质和功能他明白了，用在他们国家人的语言上翻译的就精当，对吧？必须得让外国人到中国来学，现在就是来学，是吧？来学中国人都不懂，没意思，学外语又不懂啊，所以还是第一步，先把中国的东西弄懂，再学外语。你们那是大部分精力，那是六级。中医的半医，我说看了吗？精化为气啊，是精化气，不是胃。气伤于胃，所以说过度的这个胃会把这个相应的气损伤啊，还是按五行的生克的规律来上。气伤于胃啊，就是这意思啊。你要用药错了，就会把气给弄乱了，不该掉出来的气给掉出来了，是吧？不该藏的气也藏进去了，不就把气伤了吗？是吧？不该生发的气生发出来了，那不就把藏的气给损伤了吗？是吧？气伤于胃啊。因胃出下窍，因胃出下窍啊，汇聚于下焦，有形的这个东西属阴的归类啊，出下窍归类积累于下窍，出是什么呀？这里边引申为积累的意思。积累越多，冒出来越多，越明显吗？不就出了吗？是吧？因为出下叫阳气出上窍，阳气啊，从上焦宣发于上窍，在上边显出来，它的功能是从上面显出来，上面或者表显出来，阴是从下边或者里来显出来。理是什么呢？就是你去归类吧，归于理呗，归于理的都属于下窍，归于理，归于下，往下走的，往里藏的都归于下，啊，往上往外都归于上。这个记住了，这个题目叫阴阳印象法论啊，就告诉你它是什么类。那么阴胃出下窍，也有的就是说这个，你比如说水肿、胀肚、淤血，是吧？这也都是从下窍生出的，所以你必须用相表的那个上来去化下窍的这些有形的东西。这个明白吧？啊，收敛收藏的功能也都归类于下边，由下边所主所管。这个东西啊，跟你说啊，我在这儿是说不完说不清的啊，因为我的知识也有限啊，我就顺着我的这个知识水准来说。我这人就爱穿军装爱打仗，我所以举的例子总是军事，是吧？你不爱军事听着就别扭。那你要是理解了，你可以用你的知识水准来解释，对吧？只要是解释了能符合人的这个阴阳上下表里出入就行啊，你能应着相就行。
啊，有些东西是慢慢完备的。清气阳气出上窍，胃厚者为阴，胃薄者为阴之阳。它没有这个胃啊，但是前面主语已经有，后边就不用写。过去那个是都是刻弄那个刻字或者竹简是吧？那个竹简是很贵的，所以它能省略的字就省。咱们现在呢是多一个字还多点稿费呢，啊，不一样啊。但是你这个意思得懂。看啊，胃厚者为阴，胃薄者为阴之阳，因为它都属胃，胃属阴，气属阳，对吧？那在胃里边又分阴阳，那胃又分阴阳，所以那个胃厚者为阴，胃薄者为阳，为阴中之阳。那比如说地黄，胃特别厚，是吧？因为特绵密啊，啊，那么人参呢？人参就清丽一些，透明一些，是吧？就属于阴中之阳，所以同属阴都有收敛功能。所以地黄胃特别厚，颜色又深，它入下焦。啊，那人参呢？清丽，都是根系，同属阴，但是它清丽，是吧？哎，味道也清也薄，所以它属阴中之阳。阳是什么？那就入上窍啊，是吧？都属阴，入上窍的阴；都属阴，它胃厚，入下窍的阴，是吧？那么气厚者，哎，气厚气薄，只要是气都属阳。那么气厚者，气厚者为阳，薄者为阳之阴。你看他这说的，让人一听好像有点别扭，是吧？就是这么回事儿。你记住啊，咱们这些个东西，中医界很少有人去完备，所以呢，都是中医就是吃带服完了就凭经验，不管这些理论，弄来弄去就是中医就是经验的学说。实际上，中医这个不都是理论吗？对不对？凭什么说中医没理论，只有实践，是吧？就只有经验，它不是实践，那叫经验。说实践能夸他啊，那叫经验。经验什么呀？此道如何？经验实践就好比过河那船，你经验有了，过了河了，船就扔了，就已经过了河，就拿那理论去治不就完了，是吧？你老拿着经验，那不是过了河还背着船吗？甚至不过河，他妈你背着船过河，是吧？这就是随船所载。所以说呢，气厚者为阳，气薄者为阳之阴。气厚是什么呀？气不就是宣发吗？薄者宣发，那是它胃薄了，就是什么呢？宣发的少一些，就能够具有收敛的作用。少火之气壮啊，火慢了才能够把这个饭煮熟啊，火大了就焦了嘛。啊，他这个话先搁在这儿啊，往后边说才能说清楚。你看什么东西，你就别这读着读着，哎，是不是认错了？是吧？你就在这儿死琢磨这句，你不往前看就不行啊。经就是来回的看，来回的看完了才能完备。你光看一句不往下看，死活也看不懂。啊，就像你们的论文，我就看一开头，后边论句不看也看不懂了，一样的意思啊。所以呢，就是咱们用那个四逆汤、附子、干姜，这些不都是气药，是吧？气薄、气厚。你比如说，要是用量多了就厚，是吧？厚呼把阳气发起来了，那样可以把那寒邪一下去掉。如果虚火上炎，这筋不足，那你用附子量30克，量少反而能引火下行。那引火下行不就是阳之阴吗？阳中不是发散吗？在这种状态里边能发挥阴的作用，收敛的功能。
啊，你用四逆他，您王老师您爱用四逆他，对，我又爱用四逆他，我就是四逆他王富江。但是用多用少你们会吗？是吧？别什么都是四逆他，四逆他还有用量，其薄其厚，啊，还有胃，胃就是那些有形的地黄啊、黄精啊、人参，是吧？那就是胃厚。附子、干姜啊、甘草，这些都是气，气厚气薄，啊，多了就厚，少了就薄，啊。还有呢，就是什么黄芪，味道薄，是吧？和那些个味道厚的相比，有薄和厚的区别。啊，我刚才说的是一个用量多、用量少的一个区别，还有就是味厚、味气厚气薄啊。火就去火，火哪来的？是寒来的，那你去寒，是吧？中医治病都得往前说一步，看有阳那就说阴啊，有阴就必须说阳啊，这是最最起码的一个方法途径啊。所以这儿都是老不住。